是最新的，这个是最新的，这个比较，因为它一剪走是大的树的。白地树啊顶的乌蝶兰，好不容易生长出来花蕊，竟然规枝被割掉，将花蕊摕走。仁爱路这几排行道树出现类似情况是非常多，甚至也有规丛花被偷走的情况。因为可能是花开得太漂亮哦，可能就整株被整株被挖走。公所原先用网啊将花绑伫树身，如今出现这款，只存网啊无看到花的景象，像这花心被割掉状况，明显看会出是提工具来割的。也有公所伫中山路酒厂前的分界道，日前种了300丛的石虫果，竟然一暝就被偷挖走60丛。花枝规个去用割去，甚至丛身较水的，包括开花怎啊规个规丛啊吼。伫网啊底啊，全甲敲断去安尼啊，咱感觉非常的即个痛心。啊，尤其伫中山路酒厂头前这段，咱公所种将近要300丛，种2-3天尔，煞点起来，咱有种的所在，煞去予民众啊吼，敲60丛掉去。为着袂破坏原有的景观，公所调派人员赶紧保证被挖走石虫果，大日头下，工作人员辛苦照顾遮的花蕊。因表示种花袂忝，予因感觉忝的是好不容易照顾起来的花，却被欠缺公德心的民众摕走。刚种完没多久就被挖走好多，被破坏这样子，所以这样子的反而比较累。种的时候是真的不累啊，因为可以整个让土里美化起来啊。发现这种情况心情？会觉得我们种下去就会有成就感，可是被等一个成就被破坏掉啊。花是人人爱，但是咱无需要。早等于个人家己一个人来欣赏，互众济人来欣赏，是毋是更加好咧？咱玻璃镇的乡亲啦，吼，是毋是跟咱大家共同来照顾，甚至伸出你温暖的手，帮公所啊，吼，来压水等等，来照顾这些花蕊啊，吼，互咱的环境会更加水。为着美化玻璃市区街道的景观，玻璃镇公所伫有限的人力甲财力之下，决心营造花蕊盛开的景色。镇长周义雄表示。花本身无啥物价值，价值的是迄份苦心甲用心。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，将美丽景色留予全体镇民甲来甲玻璃的游客欣赏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